对，好好好，黄总兵你已经在页面上跑了，所以现在不能挖鼻孔。对，好。然后进来的时候会有先个 MV 的完整版，所以你可以先在那个过程可以想象一下，等一下那个。OK。然后它倒数。倒数就是我们现在30秒之后就会片头就进来，然后。时光真的能倒流，弥补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做我都做，该说的都说破，把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痛，伤痛，趁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原来那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在后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若一切再痛，都不会再放开手，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无保留。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都怪我知道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
都怪我迟到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不再让你走。若一切再从头，不会再放开手，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不保留。哦，在 MV 后面还要感谢大家哎，你好有礼貌。那刚后面像电影一样哦，那就是那个工作拍摄导演工作人员的、嗯。真的人怎么那么有礼貌啊？导演放的哦，导演放的，所以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我赞美错人。哦，导演好有礼貌，导演还把大家辛苦的那个对对对，因为大家都一起打上、那個、对，因为拍摄的现场大家真的很辛苦，真的真的。然后我们直播就这样开始了，你会觉得有点孤单？不会不会，这样蛮特别的，很自然的，哦、真的真的。11月1号的。第一场安安大明星，欢迎大来宾方久明，来宾掌声鼓励。大家好。刚有一个同事在吃香蕉被拍到了。没事没事，他很开心。那这样是团体鼓掌，你还满意吗？好酷、哦。他们还有别的，因为他刚刚大家都很冷静的在做事情，然后忽然间。没事，他们我们这就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媒体，所以他们其实很爱演。对，他们其实都有一些细胞在身上。好酷，我现在知道他们就是都是很，你都以为他们在打键盘吗？对对对对，没事，其实他们都有在注意。对，那是一个道具而已。OK， 对他们人其实都在你的旁边。OK， 好，那你需要太酷、哦、你还需要别种欢迎的方式吗？他们其实刚变得很多。有，我们还分左边跟右边。哦，真的吗？你要先听哪边？好像演唱会哦。有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不是来就是要有一种那个君临天下的一种心情、okay. 可以吗？好啊好，因为太害羞了，他们都觉得天哪，我们今天11月1号等到方炯斌，然后他怎么可以让他不开心？所以他们想要让你开心、okay. 好，所以你要在你想要先听哪一边你自己 cue、啊、那你就说谢谢大家，我是方炯斌，然后右边的朋友请拍手，你就自己 cue 好了。但对，因为你演唱会要开始，先暖身一下 okay, okay, okay. 你要先跟大家问好，说好、啊、安安大明星的那个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炯斌，现场的大家午安，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啊、他们就会拍手。对，真的吗？ Yeah, right. 我试一下。好的，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今天很开心来到安安大明星、嗯、然后右边的朋友，哎，真的是啊，刚好我11月25号要开演唱会，然后对啊，现在有一个先感觉一下。我跟你讲，而且你把它分边以后啊，嗯，他们就有一种战斗的心情 ，fighting 那个感觉出来。等下左边应该会更大声，左边会更大声，不然你试试看。好，左边的朋友，而且他们还有道具，这还有道具啊，对对对，而且演唱会的那个。气板，就是如果把灯都按掉的话，你还会看到荧光棒。其实他们抽屉里面什么都有啦，太酷了，對對對，太酷了。就是只要我们这个地方有宛如演唱会的现场，其实对同事来说都非常的开心愉快。谢谢方总，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刚刚那个我们一进节目看的是一个完整的 MV， 是。然后这个 MV 其实也是现在最近的一首神曲了。最近的新歌，对，毕竟是你是个神嘛，是不是？我不是神啊、哦，你不是神，你是故意说你不是神，是神，然后啊，刚好歌名叫我不是神、哦，所以就用这个歌当那个专辑的那个主题。这是一种那个谦虚的意思，还是只是刚好而已？因为这个歌其实在说，我是一首情歌啦，情歌。但因为一般大家说我不是神这四个字，都会是比较消极的嘛，说哎、我不是神，我没办法，也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嘛。对，有的人是故意傲娇，傲娇，对对对，所以说。怎么用会是傲娇、啊？没有啦，我不是神，我不是神，是这样子。其实觉得自己很神，对，就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对，那不是是神的人都会说自己不神啊，因为神都是别人在叫他的， okay. 就是不可以自己说。所以我刚刚说哇，那刚刚是神曲，你说哎还好还好，你就是一个
OK， 就还好还好，啊、对对对不是不是，就你就这样就好了， okay. 大概你完成一个这样的状态，那这样会让你整个人生太跳痛吗？你今天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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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觉得说，哎、欸、啊，我人生过大半辈子啊，今天怎么会被人家就弄得有点那个？不会不会，这样很好玩啊，真的吗？对对对 对，因为你看起来好安静哦，然后我的制作人一直告诉我说，江哥。那个方炯斌文比较安静，没有没有，他说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对对对，他其实也是满腹诗书，他也是有很多想法，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今天你要好好说话，好好好，有点为难，那就让他好好唱歌就好了，可以啦，其实因为我大样子看起来比较安静，但是其实所以其实不是这样，话也没有，不见得很少，你本人走闷骚的路线，大家会觉得我是比较 外冷内热啦，所以比较慢热一点，但是还是有啦，最近就是有化妆比较多，吞进去之后就会变成一个荷包蛋，以前就是比较我这什么烂梗，真烂梗，好没事你说，对的，有啦，我以前是比较安静的，现在有比较开始化妆，你是说这九年来你从很安静变成比较不安静，有稍微比较不安静，所以你这样已经有不安静了、嗯、稍微了，稍微稍微，好要紧哦，那 你可以再更不安静一点吗？可以可以，对，一个歌手然后事隔九年再发了一个新专辑，可是看了很多的报道都说其实这张专辑做了很久了，做了很久，对不对？可是上一张的创作专辑是九年的时间，九年，对，然后我觉得当中间也是遇到一些九年可以从那个小孩子小学变成中学，都要中学变成大学，对对对对对，高中，对对，有一些歌迷说他九年，有一些歌迷说他小孩这段时间生了三个，所以呢，他有叫你对做什么那个礼物的送赠送吗？还是没有？因为你突然举这个例子，然后我就想应该要怎么接一下比较对，然后终于等到了，不会，那表示说你的歌迷很死忠，他们一直都在，对对对，要谢谢大家，不知道跑到哪边去而已，对，因为中间有遇到一些瓶颈啊，像中间就可能像情歌的主打歌有点写不出来哦，对，我觉得是有两个部分啦，一个部分是前面做完两张都是以情歌为主，情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很想要在音乐上可以做更多不一样的尝试、嗯、更多，所以那个时候的创作就会比较往那个方向去，是，那反而在情歌的部分，因为前面第一张是做坏人的那个情歌嘛，你当坏人当上瘾了，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当好人，是，也不是，因为第二张翻唱的也是都是情歌嘛、嗯、所以我觉得可能一段时间一直在像各种演出一定会去唱那些情歌、嗯、那在我做第三章的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在情歌的部分有一点，可能是一种疲劳感吧，就是有一点写不出来，就是抒情的主打歌。你想要超越一下那个之前的，对，想要在不同音乐的创造一个新的印象给歌迷。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当然大家喜欢我的情歌，我很开心。是，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在音乐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比方说，当然像这次，因为也是因为瓶颈，后来有一段时间非常迷失，然后有一点失落。啊、真的、哦？对，然后很想要逃走。啊，那你逃去哪里？然后后来就写了一首歌叫《Run Away》。哦，就是要，我觉得因为你很闷嘛，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做事情，你有很多的环境的标准啊、规则或各种价值观，你必须去协调平衡。那有时候太多这种东西，你会找不到一个平衡点。那你平常怎么那个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自己的心情吗？我觉得我你会逗自己笑吗？逗自己笑吗？对啊，不然没有人逗你的时候，你就只好自己逗自己啊。自己不会吧？啊，不会了。就是看着镜子啊，说嗯笑啊这样。不会不会、哦、好 我可能会去一些去海边啊，去海边 去运动啊，去海边运动，登山、哦、对，海边去冲个浪啊。你是去冲浪？对，我不是很会冲啦，但个人很白啊，就很白，就很久没冲。骗人的吧你？很久没冲了。哦，是，对对对，你去冲浪哦？对，但不是很会冲啦，就是等于去玩了、啊、对对、哦、去就是玩水玩，有冲浪，但是、就是、所以你的名字就变方炯斌了。对，那个火就变成水哦，不然在心里没火气啊，那有水来就感觉它比较柔和一点、嗯、舒服一点。嗯，跟你现在给人想要创造的感觉有点像。我现在的感觉是比较有，我有水是比较柔和。我只能说现在的感觉，因为我以前也没看过你哦，所以也不能乱说你以前怎么样。但是你今天整个人来就非常的那个谦恭有礼。谦恭有礼，对，然后就是刚刚文质彬彬、啊、文质彬彬，对着他讲的，对，哎、欸，所以我叫方炯斌。对对对，哇，你现在哦，你会讲一些绕口令，那你本人会讲笑话吗？不太会。那、啊、你要试着说一个给我们笑一下吗？很冷哦，拜托了，我都拜托你了，你还不讲？他们都在等啊，你看他们现在又在装，对，在装吗？所以你要
warm up 他们一下心情。不要，我怕讲了他们更冷。没关系啊，他们无所谓，因为他们反正都在这个办公室也走不掉。你讲冷笑话，他们不能笑，他们也是得来待着。你讲的好笑，他们哈哈哈哈也是待着，也不能这样就去领便当。那我可以等一下吗？我想一下。你哇，所以你真的有准备好要做这件事？没有想，还没想到。不会啊，就像写歌一样嘛、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好，然后今天可以点歌吗？刚刚一直有人这样问。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哎、欸，可以哈、欸，可以点歌哎、欸，还没有人要拍手。啊、所以是他们要大家可以点歌吗？还是、啊、不然你只准谁点歌吗？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我是好奇、欸啊、没有我知道、啊、真的、啊、而且我们这、欸、点歌高手咧点歌有特别会点歌的人有个超会点歌他每次都只点那一首歌啊我只点一首歌沒有在哪里他现在不在你不在哦、你我最需要爱哇你好好哦我只是随口说他不在你就唱那个你不在、欸赶快去把那个世泽哥给我叫回来，没事。好，你要点歌，你真的真心现在要点歌，你现在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会唱的话，对。什么歌？风。啊，我的第一张唱片里面。哎、欸，他是铁粉。啊，真的。不然怎么会点出第一张专辑？可都那么久了。对。那你有点开心。九年前的专辑。他点完歌他就回头了，哎，他头也不回的在那个用背影跟你相望。啊，有没有给了他一个回眸的？对，有看到他回眸的害羞。等一下，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他都第一个点歌，那你都愿意了、你来，你来，历来，历来，历来，来来、嗯。我觉得就既然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你有这个心情，跟你一起这样互动，坐过去一点。好，来，你来。直接唱给你听。对对对，就唱给他听。来，你请坐。而且他有刺青哎。啊，对啊，你就是说吧。好酷。没有叫来这个地方，你什么都没看到。你叫什么名字？给个花名。哦 ，Rose， 玫瑰。玫瑰。他叫玫瑰。玫瑰。我真的觉得你也是很好笑。OK OK， 我喜欢你这样。OK， 快，你想听风的原因是？那是我以前每一天都会 repeat 大听的歌。哦、oh, ，那现在在这里你有办法认真听？有点害羞。你就比较装了謝謝你，还好他是哎、欸，快点跟你握手。谢谢你。天哪，一个女孩用两只手握着你的手，没有让你弹吉他的意思。那你要清唱吗？清，对，可以弹一下。好，先弹一下，刷两个一下。你像风那样的自由。吹拂过我的世界，转眼就消失在我的凌空，我的心却被吹走，遗落在不知名的地方，随风移动，你像风那样的自由，吹乱了我的世界。消失在我的凌空，我的心却像风筝，没了风，只能无助的滑落。鼓掌，全部给我鼓掌，全部给我鼓掌。谢谢。谢谢你喜欢我的歌，他不只喜欢你的歌，他刚刚跟着一起轻声的唱你的歌，这证明他不是从谷歌里面来点你的歌，他是用他的脑袋来点你的歌，他的脑子里面有你的歌，哎，是，他说他一直听那个，真的，那时候你听了几遍啊，也忘了，为什么那么爱 repeat 这首歌？我觉得这歌词很打动我的心，对，就是大学，这样感觉好像讲出你的年纪，就但是就是大学时的回忆这样子。大学的回忆、大学的回忆，所以是九年前你是大学生的意思，所以我刚刚一直以为你是工读生，所以我误会你了。我还想说你难得从学校可以来这里上班这么辛苦，然后让你上来听歌，原来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也可以听啊，长大有有囧兵，哎，长大有囧兵，好、啊，你都讲到囧兵了，我也没有什么好再继续跟你说。应该毕业没多久嘛，是吧？嗯，对。对啊，看起来像毕业没多久。这句话讲出口的这个孩子，应该要认真回去上一下班。啊，你爱囧兵吗？超爱，谢谢。我刚刚在给他隔空的爱心，谢谢。而且你们今天穿情侣装，对，很搭。对呀、啊，而且他也破裤，你也破裤。
裤子很短。我知道，所以我只是告诉他你破裤而已，我没有叫你给他看。好，那你跟他握手以后去上班 ，Rose。谢谢你 ，Rose。上班的，谢谢。谢谢 Rose， 拍手，谢谢 Rose。哦，没打扰，没打扰，没打扰。哎，我跟你讲，那个神级点歌人回来了。神啊，在哪？在哪里？是哲哥，你要点的歌是？有啦，快点，我都已经。对啊，你说一下，快点。那可以啊，大声一点说。要，来来来。他不会生气的。真的吗？你好，你好。可是不是？要。不是你的歌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真的？可以，我会唱的就可以。听见下雨的声音。为什么全部人都要笑？因为啊，只要有歌手来，他只会点这首歌。点这首。他已经从前几天一直在下雨，点到今天放太晴天大太阳出来，他还要再点这首歌。下雨的声音。而且他刚刚还问我今天可以点歌吗？我就跟他说你想点什么歌，他就说就那一首啊，就这一首。就这一首。我告诉你，唱给他听，跟他讲说你是神一般的歌手，这首歌你是会唱的。之前有人唱过吗？没有，没有。哦，对对对。所以今天我唱了之后。他会帮你发新闻，然后这整个下午都是你的洗版。真的吗？对对对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那你有准备要听听见下雨的声音吗？好，歌词。歌词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没有都 OK 的。即兴创作，对对对。哎，没有哇，经纪人马上有歌词了，真的。我们真的是今天终于有人为点歌人唱这首歌了，来宾掌声鼓励。哎，有歌词比较容易唱。要来了。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我付出一直很小心，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就怕情绪红了眼睛，不舍得泪在彼此的脸上透明，听见下雨的声音，哇！谢谢，点歌人终于圆梦了，他今天终于听到了。他真的一直很坚持要点这首歌。你是真的哈？你得到了一段单独剪唱这首歌，那就谢谢世泽哥，谢谢谢谢。终于有人唱了这首歌，他真的很开心。谢谢方炯斌圆了他的那个点歌梦。我知道，就是时不时有人就喜欢在直播里面乱，那你知道总是有人可以治疗他，我们就相信总有一天有人拿着吉他就可以唱出这首歌来。果然今天你就这个神救援的方式，让他10月1号的这一天开始，他的底下的员工应该会工作非常的愉快，因为他再也没有理由去。要再找下一次，他下一次又要换别首歌来点了。哦呦，好啦，刚刚你连续唱的歌有你的旧歌，然后也有大家真的喜欢的那种，是，很畅销的流行的音乐。所以其实唱歌对你来讲，就是只要是好听的歌，你从你的那个嘴上唱出来，都有感动人不太一样的元素在。那今天当然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这边有个仙女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因为她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来者是客。客人要介绍的东西就是认真的让他好好的介绍，他希望你今天可以认真的唱你的新歌，好啊，也是今天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安排，所以接下来第二首歌来唱一首新歌，唱一首新歌，好啊，就直接来了，今天就是一直唱歌就好了，好啊，唱歌对你来说应该是最愉快跟最容易上手的事情，唱完歌之后我们要讲笑话，好啊，对，我以为你忘了，有时候主持人也是会乱一下，因为你知道，就是希望你今天宾主尽欢。好，那你今天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我也不用看歌单了，你想唱什么就唱了。接下来唱这个歌就是那个最第二波的主打歌，叫《最笨的人是我》。好，这是刚刚我们听的看的是那个 MV 的版本，现在要听方炯斌用那个 Unplug 用吉他来伴奏，自弹自唱。是。
一下。没问题。若时光真的能倒流，已不犯的错，请再次遇见我，能做我都做，该说的都说破，把伤害让我全部回首。若没有狠狠的伤痛，人不会伤痛，曾早学会坦白，就不用愧疚，早点参透温柔，就不会又让你泪流。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尘埃的对错，原来那个人是我。都怪我软弱，伪装逞强，放开你的手。直到错过才懂千真万确爱过，多希望时间能倒流，会再有以后，再给我一秒钟，再回到你心中。我愿用每年每天每分把错都认过，我愿用余生与你相拥，再让你走。若一切在重头，不会再放开手，请给我再一次爱着你，不保留。谢谢，谢谢，谢谢。你有一种感觉吗？你每次唱完一首歌，就是好像打出一支什么全雷打，然后旁边的人就像那个在做那个波浪舞一样，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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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那种感觉。对，而且感觉真的分两边这样很酷。很酷啊，很酷啊，这就是左外野跟右外野的概念。对。然后你当打全雷打，就全场欢声雷动那种很喜悦的心情。是。你的歌声坐在这里听有点危险哎。对啊，比较靠。不是不是，就是他太容易 touch 到一种心里比较深的、比较我刚刚有点吼，要吼一下，对不对？你的歌声那叫穿透吗？你用什么东西那个跟我们交流啊？我觉得可能唱歌就跟其实跟讲话是一样吧，就是都是在不会你讲话我没有 feel 到讲话，讲话可能比较不会放一些情感在里面，对。可是你刚刚那个感情。这怎么讲？就比较会有情绪在里面。所以你刚刚唱歌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情在唱啊？你也要有那个情绪啊。对，一般也会就是在像歌词里面讲的故事，然后有一些对啊，就是可能只以前一些谈恋爱的经验呢、啊。所以你就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然后失败例子多的那种人。是吧？不然呢？那不然呢？好，有一些也有一些是。刚刚唱那样子叫快乐，我也真的是真心服了你了，真有事、啊。有一些自己对啊，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也有一些是朋友的经验。对，我当然有时候我在录音的时候，我都会去投入自己有过的情感的经验。但如果有一些歌我没有，那我就会想，因为可能有朋友失恋或什么也会跟我讲，那就可能会我就会用他的角度去投入投射这个歌这样。有啊有啊，那个有一点小那个有点像小哭腔的感觉，可是就没有哎、就是在内心一种内心就是比较对爆裂的那个没有吧呐喊，但是他在心里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恐怖，有就是有泪但不流出来，倒是有应该是有情绪不敢那个爆发出来，所以之前被伤很深。还 OK， 对，还可以。就是那个感觉，那个真的是，这次那个一首非常在这张专辑很重要的歌。其实我刚刚跟方久妹来聊天呢，我就想说，其实那个电台啊，就是让我们听到新歌最好的一个陪伴。那有一天我真的在电台里面就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哇，我想说是谁呀、啊？
但是因为那个来不及听 DJ 的介绍了，就这样一闪而过，但是那个旋律就很那个进入你的那个心门，然后我想记住了几个词吧，我就上网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那个歌。方仲宾然后就想说是我见了吗？这样子，然后真的就在 Google 的那一刹那，他就告诉我说，你要来上安安大明星然后我就想说，这么刚好，对，所以这一切就让人家觉得好，就是蛮特别。所以这首歌现在应该得到很多的回响吧？最多人。在这首歌听到之后跟你说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有看到很多留言啦就是像YouTube 或者是脸书上面是就听了这个歌的留言，那我觉得很多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想起自己的故事吧对，很多人都会想起他自己的故事或他对，然后就会把他的心情写在那个 YouTube 下面的留言。你是一个很会用那个语言去回应别人心事的人吗？还是你会喜欢用唱歌的方式去跟别人交流啊？你说我的心事？对，因为我觉得你也有一个可以疗愈别人的那种能量，这样讲。对，那像比方说我们的话，我就跟你聊天。那你呢？你是用聊天疗愈我们吗？所以当然，网络上有留言的话。留言的话，那是算是在听他们告诉我。对，如果你说疗愈。因为别人都接触不到嘛，像可能有时候是朋友是有也很喜欢跟我分享，就是如果在感情上有遇到一些问题或什么对，真的大家都开始留言在点歌，留言吗？有啊，就是一直在点歌，希望可以听歌。听什么歌？好多人都是一直在留那个点，我等一下请那个制作人整理一下，让你好好的那个看一下好了。好，一方面也是你知道这字有点小，所以突然间就是大家突然就不知道要怎么那个。但是他们就是今天能够把你请到这边来，我想应该正在看那个直播的人也会非常的开心。接下来要进入一个那个，对，接下来进入方炯斌那个炯炯时间。炯炯时间，对啊。所以什么是炯炯时间？你笑话是准备？笑话。对啊，你不是觉得很炯？笑话吗？不好笑怎么办？又没有人要固定要好笑，我只是说，好吧你认为他是个笑话，他们会配合啊。至少刚刚 Rose 会笑很大声，你有一个铁粉，他一个人的声音足以盖过天地万物。好，他现在一直用他的头发在跟我说不要 cue 我了。好，对你看得出来他是在哪里吗？你说 Rose 吗？对啊，你如果看得出来的话，他应该有，他就是穿一个帽 T， 对，然后对他转过来，他转，天哪，转回去。你不要这样帮他那个即时 live， 他现在在跟他朋友 live 说，对，我们都看到你在写什么。他在跟他朋友 live 说，方炯斌在 cue 我。对，那我要讲笑话了。对啊，你要讲啊，不然呢？我这边铺了那么久，好吧，你稍微暖场一下。我知道你笑话应该是不会太好笑。不好笑，但是还是要讲一下，这是一个诚意的问题嘛。好吧。对啊。有一天，有一根火柴，然后他头很痒，然后就开始抓头，抓头，之后呢？他头就着火了，是着火，然后就死掉。所以你讲完了吗？讲完了。好好笑哦！你看，只有仙女在拍手仙女是善良的，她是专门的。对啊，那仙女要点歌吗？其他人没有人对。仙女都只是一直偷笑而已，她没有，她在那个桌上看那个有泪格的那个直播。对啊，那你会唱泪格吗？他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听到的声音是我们现场是现在的，不会啊，然后看到画面是慢。这些人只要有直播的时候，惯常性的有生活上的错乱啊。OK， 一定他们就是还要那个，尤其刚刚那个 Rose， 他可能还要一边那边看一下你现在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大家及时要帮你那个推播一下，这样酷，很酷吧？很酷。对啊，那你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嘛？你在这个月有一个演唱会。对，这个月有一个演唱会，11月25号在。三创五楼的 Clap Studio 有我的演唱会，然后可以去上那个 UDN 售票网去买票，然后到时候会唱很多新歌，然后也会唱大家熟悉的旧歌，然后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表演的段落，然后也会有特别嘉宾。对啊，真的，特别嘉宾是谁啊？不能说有，对，还没说，还没公布啊。对，所以希望大家那天那天是一个那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好日子好多活动，我知道金马奖也同一天。对啊，然后那天还有人也要办演唱会，就昨天来的那一位。对，很多朋友也在办演唱会。怎么办？没关系，自己催票一下啊。对啊，所以你要想尽办法。那催票的话，那不然就唱首情歌来催票。
唱一首情歌吗？就不要歌单里面的，不要歌单里面的，唱你这里面的，我乱点好了，乱点你都能唱吗？还是你有点担心？有点担心。那你自己点，唱里面的歌，我看一下，唱那个反派角色吗？你要唱反派角色吗？可以唱一点，当然可以啊，这是呼应你的上一张专辑叫坏人吗？也不是啦。哦，好。但反派角色，我今天大家就会想到是那个坏人的。对啊，对啊，那就是一个那个文字上面的一个巧合。我刚刚还跟这位摄影高手就是请求了一下，反派角色他帮你弄一送一个女友视角。女友视角，对对对。哎，可是这个歌女友视角不太适合，要不然我唱别人的歌也可以。可以啊，比较适合女友视角的歌。对对，那你来想一个，想一个女友视角的歌，想好了吗？那你要让他准备一下啊，他的女友视角要过来一下，然后我们要帮你催票。那唱完以后你要说记得来听我的演唱会哦，这样子。我们这一段也会让他把它剪出来，然后完整的放在你那个。OK， 可以吗？让你准备好了吗？唱完之后要说要来看我演唱会。一定要啊，一定要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催票的一个催票的现场的，帮你拍一个就是 CF 的概念。OK， 催票的行为。对对对，就是催票女友视角。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来演唱会也会唱给你听。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想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11月25号，三创五楼 Club Studio， 赶快去买票来看我的演唱会。耶，是什么？爱心送给你。那要送个飞吻吗？这个是飞吻。你就这么矜哦，你连个飞吻都飞不出来的样子。对啊，有什么好害羞的，就飞一个吧。怎么飞？飞就是啊，对对，就你做的都对啊，你是方总兵。哎，还要那个飞吻要送出去啊。哎呀呀呀呀，来还可以吗？还可以。这是人生送的第一个飞吻吗？应该不是。对啊，那你还在那边装。对啊，太久了。哦，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哦，所以要常练习啊。那等一下节目最后也送一个飞吻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刚刚那个大家一直在那边那个来电，就是一直逼制作人写白板给我说他点歌，要点歌啊。那两首歌等一下都会唱嘞、啊，就是这样的。那边就在远远那一端是我们的那个 Vido 的朋友，然后就是今天的节目在三立新闻网跟在 Vido 上面的平台，就是会同步让大家一起看到直播。OK， 你回去的时候也记得下载一下 Vido 的 App。好，可以吗？好，还有三立娱乐新闻，可以。好。我们真的很爱跟人家这样讲。那两首歌待会都会唱，但是我们今天先让那个炯兵来唱一下那个新歌。今天他真的诚意十足，就是任何时刻都会唱一首最适合现场那个状态。刚刚有稍微那个我们试唱了一下，对，试唱了一下，对对对对。你很会 rap 啊？也没有，其实我是这张专辑这首歌才开始有 rap 这个元素。是，对，就是有一首歌，就是那个 Runaway，就是之前说的，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逃走的时候写的一首歌。一开始写完，它其实是有一点英式摇滚，然后写完以后，就是在抒发自己的想要逃走的一种心情，想要去寻找心中的蓝天。然后，可是这个写完半年以后，我再听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看到以前那个阶段的自己，是，就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心情。就好像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感觉。如果你想要逃走，那你要逃去哪里？那你要找的是要学会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对，我觉得这个歌有让我抒发了当时的情绪，也有让我找回
自己的一些热情。所以你现在要站起来唱，然后要摔麦克风，还是要哦，然后应该可以站起来唱哦，可以啊，可以，我们都可以啊，这边整个都是你要走进去也可以，他反正好，对，好，你也可以走过去，你也可以在这里。好，那走过去比较适合那种比较轻节奏的，对，就演唱会大家不是握手啊，走的。好好，那这首歌就先在这里。好好，可以吗？可以。好好，那个导播帮我们准备好了吗？他要唱那个哪首歌？对 ，Runaway。Runaway。好，你要站起来，还是要坐着也可以 ？OK 啊，你开心就好。这个麦可以拿。头上有一朵乌云。走到哪就跟到哪儿，我提不起劲，用力挤出了笑容，勉强应付这世界，但骗不了自己，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心就像载满了石头的船，似乎就快负荷不了，我只想逃。 I wanna run away, I wanna take a break, 不管哪个方向，我只想要不停往前奔跑。 I wanna run away, Just let me take a break, yeah, 直到我心中映出一片蔚蓝。 I wanna run away, 逃走吧，远离熟悉的监狱，攀过了围墙，好好的找个地方睡一觉，想一想不一样的天空，是否唤醒心里的一些什么，我不知道，谁会知道，主动也好，感动也好，未知的也好，都不重要，常会让你感觉美好，让你的心没有发酵，感觉微笑，用力挤出了笑容，勉强应付这世界，什么时候开始，心就像载满了石头的船，我知道快负荷不了，就让我逃。 I wanna take想要不停往前奔跑， I wanna run away, Just let me take a break, yeah, 直到我心中映出一片蔚蓝。 I wanna run away, 逃吧逃吧，逃离制约自己的那些熟悉的人事物，但你知道那答案它不在远方，那就在心里的某个地方。你为何找不到？为何想不到？为何忘了心里的感受？不用心感受，怎么感受得到？初衷也好，感动也好，未知的也好，这不重要，常会让你感觉美好，美好。我只想要不停往前奔跑， I wanna run away, Just let me take a break, yeah, 直到我心中映出一片蔚蓝， I wanna run away。谢谢，谢谢，呜呜。然后你把他们唱醒了，他们很久没拍手了。
很少人在这边唱那么没有啊，你在这里唱歌还开心吗？你不觉得那个环绕音效很好？对对 对, 对，音响很好，很棒，对不对？是，就是今天有一种那个暖场的概念。对对对，我刚才突然想到，你今天都是用吉他伴奏，你整个人怎么可能走进去啊？吉他线又没有那么长啊、哦。对，所以刚刚一切都是个误会。对，我们今天只能在现场那个原地这里唱。刚刚那个这是一首就是比较有一些那个新的元素在的，对对对，比较不太一样的那个元素。对，好，我介绍一下那个自己的专辑，用30秒时间来那个。这个是做了很久的一个新专辑，然后这次除了大家熟悉的像《最笨的人是我》《我不是神》的情歌，然后也有像刚刚Run Away 这种元素，然后也有一首这两年听很多 EDM， 然后也做了一些 EDM 的电子的情歌，对，然后也有一些哪一首只剩爱，就是它是抒情歌，可是它算是电子类的情歌，然后像太空漫游有融入了我喜欢的偶像，像 Michael Jackson， 还有一个吉他手叫你的偶像 Michael Jackson。应该很多人的偶像都是吧，因为他的音乐影响了，也没有，这太难唱了。他班里都最喜欢唱 Michael 哪首歌？那个 Here 很多，他 Here the world 很多，因为他有一些抒情的，然后小时候听很多他那些很大爱的歌、啊，他还有我喜欢他那个什么那首怎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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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oth Criminal。这首歌我是这首歌认识 Michael Jackson 的、啊、真的对，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没办法唱，太难唱了，不会啊，对，我回去练一下。你刚刚不在那边等等，我是在唱那个他的音，可是没有歌词了。哦，对对对，就是音就是今天没有办法逼你就范的意思。对，要回去练一下。不会的，就是你要唱就唱，就是你要开心啊，然后你的粉丝就会开心，然后那个，所以在那个你的演唱会上会唱 Michael 的歌吗？对哦，其实是不是其实可以，对不对？为什么不行？你歌单排好了吗？排好了，但可能可以调整一下，对，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调整一下。是不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那个得到很多那个特别的那种感受。然后刚刚制作人有给我一个那个回应，他说。等一下你要唱那两首歌，卡拉都帮你准备好了，哦、所以你也未必要弹吉他。那两首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我们就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刚好一边一首，就大家也不会打架。哦 ，OK。对啊。所以真的要走下去吗？可以啊，可以啊。你问他，他说可以就可以。他啊，可以啦，他说可以，他点头点头。哦，真的，你又要走下去？就是转过去就可以拍到嘛，对。没有，他会跟着你走。所以我是。去那边干扰他们？你没有干扰，是去拜访。好，拜访。对对，去打招呼。好，就是一个伴手礼的概念。好，那走过去，如果人家没有理你，我们也不要理他。就那种感觉，就你懂那个意思吗 ？OK。那大概就是一个这边在走来走去，不太那个，服务员不太大，这边比较宽一点。这边比较宽吗？对啊，还不错吧。好，可以，反正有两首歌嘛。对啊，你还有两首歌。今天来就是让那个宾主尽欢，然后谢谢你来我们这里安排一个办公室的下午演唱会，是，感觉真的很愉快。他们都不用买票就先听到那么多歌，对，所以他们一定要在那个好好的在他们自己的平台工作当中帮你催票，是，这是你跟他们的一些心意上的小小交换。是，那你要先唱哪一首？先唱就是刚刚有一个来宾点歌，他在那个他刚点了那个他 Vido 那边上班，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写，一直在那边写，一直写，一直写，写到自己网络上写不够，留言不够，还一直叫那个制作人来写白板。刚刚他点那个遗憾跟坏人，对啊，就两首歌，刚好你今天都有安排耶，好、啊，也算是心有灵犀啦，嗯，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好，那先唱遗憾好了，先唱遗憾。哦，好，他在吗？在哪里？啊，在。点歌的是，点歌的是爱妃，爱妃，爱妃在哎，你看你现在是皇上在叫爱妃的概念，爱妃啊，你在哪里？皇上在叫你了，他一直坚持自己要保持一个矜持的状态，我们就走着走着就一定会到他的位置。哦 ，OK， 但很遗憾的，我们先往这边走，我们先往，对啊，好，那你要先唱什么？先唱遗憾哦，先唱遗憾，对，那就让他遗憾，那遗憾就往这里走，就往这里走，对啊，等下唱坏人再往那边走嘛，就去那边当坏人啊 ，OK， 对啊，就他干嘛叫你都不要回应，就这样子，这就是一个坏人的行为，可以吗？你今天有一种就是错乱吗？人生不会不会不会，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现在都很特别的，而且像今天唱歌舞台一般都是观众在前面，现在观众是在左右两侧，其实那边也有，他们刚好被挡住了，他们其实但是那边也有，对，因为我们的座位没有像因为荧幕跟那个座位比较高，对对，而且我们不是抢票制度，他们就规定就坐在那里，所以他们只能在那里听。OK， 就这两边的 VIP 的位置，他们也不是刚好有抢票，他们就是刚好安排，他们刚好。对，就是人生当中一个特别的境遇。那应该坐这边的位置是比较好的呗，就是可以直接看。
也比较接近，所以你是觉得这边的人就是算是我给他们一点，那待会我再换位置。不是，因为有一些是面不同方向。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原来我懂了，他们在这边拍手比较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我，然后这边拍手比较大声，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你。哦 ，so ga 是吗？没有啊，他说不是。哦，他说不是，他说不是。哦，真的，他说不是，不是啊，只是因为手酸。我们不要再帮他找理由了。你要准备去唱歌，这边要唱遗憾吗？他已经准备好了。好啊，好啊。所以我随时可以一边走一边唱。哎，对，卡拉进来的时候，你就在你那个，就你也可以唱到一半再走下去、啊。唱到一半再走也可以。你也可以一开始就往那边走。哦、oh, ，OK。方炯斌不用那个特别的那个。哦，那音乐可以大声一点。有会，我告诉你。哦，可以，这样可以。那 vocal 也可以大一点。那因为走过去可能就会听不到。不啊、你在他们耳边唱歌哎。所以我们要走了吗？开始啊。他们都准备好了。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哎这边是过吗？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哎，这样就像演唱会了，有没有？呀，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像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心可贵？他在修图了。对啊，你看，你还可以检查他们刚刚拍的好不好看。这真的有演唱会的感觉，是还不错吧？哎，这边跳，拍手。Hello，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圣诞节快乐，你好，端午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把所有节日都讲一遍。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你好，哎，可以从那边 ，Hello， 新年快乐，还要记得唱歌哦。Hello。谢谢你们买票来看我演唱会，谢谢。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都忘记成灰。都忘记自拍了啦，被他赚走了。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就这样走过去吧，每一台看。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谢谢方炯斌，来宾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还好玩吗？哎，很好玩的，真的哈、哦！你看他们手忙脚乱，也蛮好玩的。哎，小心！然后有一台在等你啊！坏人哦！好、哦，对啊！坏人啊！所以要连着唱吗？坏人！坏人要到这边啊！所以我们连着唱吗？还是当然啦、啊哦，是连着唱。你要答应这边也要来一下、哦、okay, 不是这样吗？好啊，接下来就坏人。对。然后呢？现在那个也是你会 follow 吗？哎，现 OK 的，
那我们就那我们音乐先出发了。左边的朋友，耶！左边的朋友拍手。哎，都有那个演唱会的用品，对不对？他们都很期待你来呢。这是自己吹气的吧？是吗？是啊，他是自己吹气。出发喽！那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爱无法均分，以后也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上结束，爱才更动人。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人家仙女唱歌了，这边还有人从那边跑过来这边呢，有人跑过来，哎，他说是，是那个吗？他是 spy， spy， 就是你吗？你是坐那边哦，还有他，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你就是爱妃吗？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暗恋人爱成路人。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来我的演唱会，谢谢。三个人从不对等，三个人，总有个人比。牺牲，那又恨，就等他带你完成。Hello Hello Hello， 新年快乐，生日快乐，你好你好。他戴耳机啊，不知道。你好你好，继续继续继续。哎，我可以从这边？可以啊，现在全场都是你的演唱会的现场。谢谢你来我的演唱会。中秋节快乐，圣诞节快乐。爱成路人，谢谢班总兵。宁愿爱拍手一点不剩，也不忍暗恋人爱成路人。谢谢，谢谢。天哪，刚刚镜头没有拍到，哎，刚刚最后送给你，哎，刚刚在那个，哎，小心，
刚有人在那个小爱心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在柱子后面。对啊，他是 Vido 的副总。你好，你好，副总你好。他送给你一两个小爱心。副总送了我一个爱心。他送你两个，他左右手都给你了。对啊，今天这样走来走去还开心吗？可以啊，而且你赢了哎、欸。啊？因为昨天戴爱玲没有走到最后一排。哦。然后你刚刚连最后一排都走过去了。对啊，诚恳。但你。等一下，有必要哦。对对，还有这一曲，对不对？对啊，所以现在应该怎么样？还有歌吗？还有歌吗？要什么歌有什么歌，是不是？那你要唱什么歌？嗯，哎，我有什么歌？胆小鬼吗？胆小鬼吗？哦，真的哎、啊，你看他在拍手哎，然后立刻找啊。我们这人就是服务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那个对着那个镜头宣传自己的那个演唱会，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有演唱会的感觉，有。对，所以大家要来我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整个把你时间摊落很长，因为听说你等一下还有行程，经纪人好担心哦。他就跟我们说，哎，稍微 hold 一下。我就心想说，嗯，没有，那你还有一曲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唱一下。好，还可以唱一个，对，还可以唱一首歌，对，唱完再走。11月25号，对不对？在三创。对，11月25号在三创五楼的那个演唱会可以爆场。是，那好听的歌声，然后能够这个传遍大街小巷，谢谢。然后让大家就远地方的也可以来，而且你今天都唱，连听见下雨的声音都唱了，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做尽了，就是一个歌手能做的事都做了。你看那个点歌的人故意装得很认真的样子，没有，他有在看你，他没有看我，他都是用这种姿态，他有点炯炯，因为你是方炯兵，我才是炯炯，对他炯炯，他大炯炯啊，你小炯炯，而且歌单是准备好，那个卡拉是准备好了没？然后那个可以方炯兵要唱胆小鬼了，胆小鬼，对，在我第二张那个翻唱的专辑里面有收的。你的第二张专辑里面就是收了很多像那个一些都是歌手唱过的歌，对，但从你那个歌。那个口中唱出来的音乐就是不太一样，对，男生唱女生的歌还是会不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你的歌声格外的让人家觉得有点小小的感动，怎么了？用麦收吗？没问题，我来。哎、欸，有了，音乐可以再大声一点吗？真的吗？你真是逼我哎、欸。小鬼，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天哪，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Hello Hello Hello， 新年快乐，你好。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卫。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我离你远一步。Hello， 你好，中秋节快乐。喜欢看你紧紧皱眉角。哎，你是别区的对不对？你是内区的吗？你完全掌握了他的、啊，所以演唱会的地方一样，演唱会都是会跑来跑去的、啊。内区他是 A 区的，然后我跟你说那个方炯兵那排很重要，我们在做直播，他们如果不来上班就不能播了。现在在你后面那三个女生，那两个，好，哎、欸，他们是也是 A 区的吗？啊、哦，没有，他们是 Z 区的。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被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你们是 A 区的吗？还是这边的？哎，你们是这边的。你好，你好，初次见面，我叫方炯兵。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边没人了。这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跟他握过了吗？没有啊，你好，你好，欢迎回来。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卫。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我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角，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喜欢看你紧紧皱
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我在我的世界不能犯规，你在你的世界，你笑我，我无所谓。谢谢方总兵，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那个安口曲一首一首一直唱，然后那个大家都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下午时光，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的安安大明星因为有你，然后让整个那个十一月份也会显得非常的愉快，跟有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谢谢，谢谢。希望你的那个11月25号的演唱会大成功。谢谢。不管那天有什么活动，然后都没有人可以比你厉害。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对啊，你要再次最后那个再介绍一下自己的专辑，作为我们今天那个。对，我的最新专辑《我不是神》在10月5号的时候已经发行了，然后收录我这段时间的创作，然后有很多不同音乐的类型，大家、对大家熟悉的情歌也都会有。好，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11月25号。三创五楼的 Clapper Studio 晚上7点半有我的演唱会，请上 UDN 售票网，买我的票。是是，你今天开心吗？开心，很特别。对，我也有一个拉长了你很特别的原先通告的时间。然后谢谢你今天在这边尽情的欢唱，他们都带着满满的笑，在一边工作一边听歌。是，谢谢方总兵，谢谢，谢谢你来，谢谢哥，谢谢，祝你演唱会成功。祝你专辑大卖，谢谢建南哥，谢谢安安大明星，下次见，谢谢方总兵，哇，海嫂尖叫。